金德香水香祝福，声声好歌迎新年。杨德登爱苏当真，亲爱各位来宾，黄南爱各位名家老师，大家新年好！非常荣幸，今晚甲大家欢笑一顿，刚刚迎来了杨德登二零幺九年新春名家金曲迎香会。那到此我更代表杨德登给所有当今向高点的所有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以及作为最衷心的问候，祝愿大家得你大吉大利，得你家大运。那么接下来恭喜大发财！谢谢。那么首先，咱将刚刚来邀请到的是调解名单各家一起王老小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曲好老表的选曲。用用重庆就停街，请咱掌声欢迎。亲朋好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我的时间呢，也将邀请的人刚刚来分享到咱传奇故事《高所教》。我印象是来自咱广东调解员副院长、文化奖得主、国家一级王张义煌老师，同来自咱汕头戏剧校钱明老师、夏义丹老师，两位强强联合，将咱掌声欢迎两位。爹舅那的娘
在下内老师嘅青春印象，我落来好客继续来送给大家，刚刚来分享到的是当我工作的选曲《慈恒绵绵天地间》，印象张宜霜，掌声欢迎。我落来时间也邀请大家刚刚来分享到的是欧明曲亲手背部心如翁，双手调脚四间闹花灯，音响来自广东调件一团在名音王欧阳西老师，让咱掌声欢迎。
能将分享交给调解，叠浪花给选客，青火燎原，天地明，相信大家能都非常的熟悉。我来将咱讲校来自山头戏剧校签名老师杜炳林为大家狂请响唱，将咱掌声欢迎。
来两声来邀请到是调解名单国家一情王老小李老师为大家带来无止金彩的选曲《朝夕游子凉州跑》，请咱掌声欢迎。朝夕游子
好剧继续来送我们的，请咱刚刚来分享到的是吉祥剧《雕角麦亮九宝》的选剧《普渡众生迎慈旁》，请咱掌声欢迎来自广东百花剧院黄华诺老师，迎请掌声欢迎。
来更要对咱分享个是印度调剧刚才个选曲《松丘松丘》哇的情人，因此来自等广东调剧院副院长、国家培训奖得主、国家一品王张怡黄老师，请咱掌声啊欢迎！此刻空茫
恩相逢，恩主在下老师感恩恢复的这刻送跳送跳哇地情人那么落来呢也将随着音乐的节奏更当来哼唱的是这段声点苦乐世界白嫩国别之称将咱更当来哼唱的是红山绿白的选曲长醉强心灰迎接来自山头调教团的谢勇老师将咱掌声欢迎时间，请咱刚刚来邀请到的是来自山头戏曲校界张树彤老师为大家带来《小刘花》的选曲《独钓双人渡梦乡》，请咱掌声欢迎。山老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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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